今天收到一位广州宝妈的私信哈，刷到我家的视频，很喜欢咱们家的狗狗，想让我帮她挑一只高颜值的小比熊，主要是送给孩子的哈。价格方面倒是无所谓，只要狗狗品质高就行，没问题，安排。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呢，我给她选择了这几只，一只比一只可爱哈。咱们开视频给她对比一下。Hello 姐，来，再给你看一下狗狗。好的，这三只超好看，来看一下宝贝。先给你看这一只哈，第一只，这一只是你之前看的那只高品质的，先给你看一下哈，超好看。对，脸特别呆萌哈，嗯，嗯，来再给你看一下第二只哈，这一只是刚刚上新的，来看一下姐。这个也好看啊。对，这个也好看。手拿到底手跟着咋地它呗？还有第三只呢。好嘞，再给你看一下第三只啊，你看小尾巴摇的太好看了，它两只价格一样的。哎，我要看见它们的毛量，毛量都特别好。你要看哪一只姐？第二只、第三只？第二只，来看一下啊，这只毛量都特别好哈，看一下雪白雪白的。我就看这两只脚啊，然后就看第一只和第二只，第三只不考虑了是吧？行行，好嘞，看你们两个桌子我看一下。嗯，对，这都还可以，都挺好看的。就看你喜欢哪个感觉了，喜欢哪一只。哪一个？把这拿过来看，哪一个？要哪一个？要这个，要这个，对不对？宝贝喜欢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要这个，对不对？都喜欢这一只。哎呀，都行。那就行，孩子喜欢就好。这位宝妈真的太会宠孩子了啊，直接就选择了最小的这一只。哇塞，太萌了哈，还在吐舌头呢，宝贝。好了好了，去新家幸福去吧啊！拜拜啦，小东西。拜拜啦，哎呀。抖音。